亲爱的敬启伟先生，今天我要嫁给你了。但我不是今天才决定嫁给你，在过去的700天里，你记住了我每一个喜好，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礼物。你总是能看见我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过几天他们就会出现在家里。我有时候忙起来也会忽略了你。 你不仅不生气，还会不停地鼓励我。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我没有了后顾之忧。有你在的每一天，我都早早地入眠，睡得非常安稳。这每一个瞬间，都让我想永远地和你在一起，因为跟你在一起真是太好了，好到我没有其他的奢求。今天，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你给我漂浮的人生支起了最稳定的降落点。 你成为了我潜意识里的避风港，你用行动证明了，不论贫穷还是富贵，不论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是最称职的丈夫。谢谢你对我始终如一又热情主动的爱，敬启伟先生，能成为你的妻子，是我的荣幸。